8月29日是昨天，圣安东尼奥马刺队后卫马努基诺比利在个人推特上宣布自己退役。纽约尼克斯队中锋克里斯塔普斯博尔金吉斯今天更新了个人推特，写道：祝贺马努基诺比利拥有一个不可思议的职业生涯，你在每一个层面都赢得了一切，令人难以置信的传奇。基诺比利职业生涯常规赛场均上场 25.4 分钟，得到 13.3 分、 3.5 篮板、 3.79 助攻、 1.32 抢断。季后赛场均上场 27.9 分钟，得到 14.0 分、 4.0 篮板、 3.79 助攻、 1.34 抢断。整个职业生涯，马努随马刺总共获得了4次 NBA 总冠军。他本人曾先后2次入选 NBA 最佳三阵，2次入选 NBA 全明星阵容，并在2008年获得了 NBA 最佳第6人奖项。Note 492382 Vote 编辑 SKRR